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么最近呢，催眠非常流行，所以很多人呢借着催眠就回到了前世今生。那么究竟有没有前世今生？转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让我们继续请教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师父您好，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最近这个有一本书叫《前世今生》啊，卖得很好。那么很多催眠秀啊，也是借着催眠呢，让很多人回到了前世今生，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生。我不晓得，请师父为我们解释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前世真的有前世今生？那么这些前世今生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？前世今生，从佛法的观点来讲是一定有的，但是《前世今生》这本书是不可靠的。哦，为什么？那是催眠。催眠呢，从这个潜意识，或者是这个意识流里边呢，它引导你，引发你，渐渐把你呀潜意识里的东西，把它引发出来。在这一生之中，你的过程，生命的过程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呢，经过你的这个脑筋里边的一种。这个好像是化学作用也可以，或者是重新组织混合之后又产生的一种反应也可以，那就变成了意识流里边的一幕一幕的幻景出现了。这不一定就是你的前世，不一定你就是你前世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所以催眠术里边催眠出来的前世今生呢，是我不能够说它完全是荒唐，它可能呢，对前生呢，能够回忆到，一些东西，但是并不可靠，那多半是今生的这一生的这意识流里边出来的东西，多半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们把这本书放下，不谈它，因为喜欢的人很多，但是呢，我也不一定要批评他说这本书是不好的书，可以看，能够相信过去是，相信未来是，这也很好啊，这三世因果，也很好啊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一个转世的问题。人，从前生到这一生，从这一生到未来生，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？是有。我在前几集里讲到，本始中有，啊，现在我也讲。本始终生有，就是本始终生，这个有四个阶段了，那个本始终我已经讲过，是那生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的有，你在从死亡到出生这个阶段叫终有，终有到出生。不一定出生为人，出生为鬼也算，出生为地狱也算，出生为畜生，那一些小动物也算，出生为人也算，出生为天也算，出生到极乐世界成为莲花化身也算，都叫做中阴生，那在生的这个时候叫做生有，生的时候啊，就出生了，生有，那么因此呢？就是这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永远是本始终生是这样子，但是到本始终生全部啊放下了，我们叫做解脱生死，就是这个时候才能够叫做啊生死已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涅槃，那这个时候呢叫做圆满了，叫究竟，究竟了 啊那不是啊一般的凡夫所能做到的，一般的凡夫一定会有生有死，还有佛与菩萨也会有生有死，佛与菩萨是以愿力为了救济众生再到我们人间来，或者是呢做人，做各种各样的人，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以及呢地藏菩萨的这个地藏十轮君，那都讲到这些大菩萨们呢，他们以种种的身份身相显现在人间，有的是呢
化现的变化出现，有的就是通过父母而出现的。那么这种我们叫做这是趁愿再来，以愿力而生。那么凡夫的转生呢，都是呢以业力而生。你做的什么业，你就是啊升到哪里，升到哪里去。这个是我们就是上几集里面已经谈过的问题啊。那我们就问题是说，我们转生这个是不是能够自主，有没有这个把握？凡夫能不能有自主把握？有。菩萨与佛当然他是自由生死，他要来到哪儿都可以。可是我们凡夫呢，能不能够呢？能。凡夫一，如果啊你自己那个信心坚定，愿心坚固，你一定也可以啊根据你的愿心，根据你的信心而啊到达你这个应该去的地方。我们这个转身呢，有的是呢随意的轻重你到哪儿去，有的是呢随意之重的随习那个习性啊是怎么样，你到哪儿去。那有的是呢就是随缘了，随缘的就是因缘成熟，哪个因缘先成熟你就先到哪儿去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要随你的愿而转身。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，发愿是非常重要的。除了信心以外，一定要发愿，愿我来生我还称为人，我愿我来生还是继续听闻佛法，继续听闻佛法，愿我来生我还做和尚愿我来生这个还到台湾来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但是千千万万不要发愿呢说愿我来生呢我还要做你的儿子，我还要做你的女儿，这个里头是个感情用事。这个情感执着彼此是牵扯不清了。这个发这种愿不是清净的愿，如果发清净的愿，是愿呢是帮助人的愿，是为了这个修行佛法而成就众生的，这种愿可以成功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师父说发愿是很重要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发愿在佛法上更有精进，也欢迎您下一集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。